儿子盼着的露营提上日程了，来山姆采购一波了。老公点名要的牛肉来两包，做个蜂蜜柠檬水带着去露营。进门尝了一下月饼，买一些碗带着方便。这次正好把我看了好久的 Timber Ridge 露营车拿下。这 Timber Ridge 的车是山姆的最新款，我看中它是因为150袖大容量娃和石材都装下了。这加宽车轮的质感绝了，自带的双刹车很好用，拉杆上下可以自己调节。 拉起来特别丝滑，省根本不像299的露营车。整体车都还能清洗，四面还有多种样式置物袋，贼方便。它自身收纳也很简单哦，直接一拉收起来就可以了。露营车、野餐车、遛娃车都靠你了，试试啥就逃不过啥。正好拌好了露营吃，楼下看一看补点啥。这个白葡好好喝，这次露营打算小酌一下。椰子卷也蛮好吃的，带着给小朋友吃。露营怎么能没有酸奶呢？ 猕猴桃好甜啊，做个水果拼盘带着。芭乐柠檬绿茶，露营解暑必备的，打算做个炸鸡带着。芋泥10个人吃，带着刚刚好，这个就给男士填饱肚子。螺蛳粉户外吃爱了，差不多了，满载而归回家了。